咋选呀、啊？我选哪个呀？怎么能赢怎么选？我可能选退网。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九和八哪个压力大？肯定是九啊，你淘汰的多呀。哦，你看我这都懵了，你学校选八人组，但是我没有权利选。对，杨丽，我让你先选。哎呦，好绅士啊，你挺绅士啊。接下来有请杨丽前往续听。全都选躺和卷，我有点想选退网了。来吧，别，你还是卷吧，帮我们卷。我要是说，我想想，我上台说。上台说。现在开始想狗了，现在想狗。我退网了，因为就现在是互联网上都没有人骂我。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我选退网吧，我好像好使劲一点。从左边插进去，左边，对。哦，我是挤的，这样挤是吧？对，可以啊，不错呀，很有形式感。谢谢你的肯定。就他这个智慧，为什么不选躺和卷呀？他退网吧，我累了。决定大家的出场顺序，肉食动物。往前一退，谁啊？那个吗？抓对，好吧，我们看看王建国最后会不会真的留在他们俩后面。我不接他俩，接他俩也太难受了。我其实可以接。可以啊。好，那你就来接我们吧。我能，但我不一定能接得住。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姜子浩。姜子浩追着智胜打，不让他得逞。20岁的年轻人就得接肉食动物。走了，那怎么还换主题了？我现在想，要么就是第三个，要么就是第七个。第七个是接建国，建国肯定是，建国哥肯定是不好接。他会去哪儿呢？哦，在圈后边，圈后边是很难接的。你干嘛这样？你嘴咋这么碎呢？你。再吧，我累了。有意思，完了，他们俩人就是特别完美啊，在台上那样也是一个那身材长得一条一条的，一个旁边那长得一片一片的，哇，就是你光看他们那种，哎呦，就是视觉上就会有，对，就你越看就感觉这个俩谁也离不开谁，就是那种牙刷牙膏那种感觉，哇，就是特别好。什么和牙膏？牙刷和牙膏。哦，牙刷和牙膏。哎，但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，大木你是怎么憋住不笑的呢？还好，因为我就写完之后，我不会觉得那个啊，就作为作者本身是不会。对，因为线下演出的时候偶尔会。那天蛋总笑场，蛋总说完我们就笑，集体在台上笑场，贼开心，太好笑了。但这里不会。那你写的时候会被自个儿逗乐了吗？说自个儿我简直太好笑了。会写完就觉得我太好笑了。我发现晃晃已经形成身体记忆了，只要大夫说点什么，他就啪一巴掌上去。灰姑娘，灰姑娘，有姑娘有胡子的呀。我没那么大劲儿，好吗？我就是灰姑娘本娘。我现在高低肩很严重的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我跟王建国后来都试了一下，弹幕是挺辛苦的。晃晃那个掌特别重，他收不住劲儿，拍过来是特别疼。买过保险。这个组合能延续多久？看弹幕的身体有多健康，是吧？对。我是智胜，我是建国，我们是智胜和建国，啊，就字面的意思呗。共用大脑挑战，来，你这就有点了，来吧，赶紧问吧，来，我会觉得这些事情不是事儿。嗨，哎。怎么？啊！我以为我这完事儿了。又被打雷吵醒了呀？跟这总有什么？这不都醒了吗？醒了就行，醒了就行。他回答问题主要回答前半段。你努力，把给别的朋友。呸！啊！
狠不狠？可能你这就算回答完了。那我再请一个，请你这个。完全不行。呸！你说的真是好，什么还不如你刚才的呸呀？行，今天的共用大脑到此结束。了。这样吗？看不要吧，咱俩呀，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中茶小编卡祖笛猜词啊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五个这个流行语，然后我们会用卡祖笛然后读出来，然后让对方猜一下。耶，这个是网络流行语是吧？燃烧的卡路里。哎，你看看我们丽姐耳朵啊，我主要是瞄到了。给大家看一眼啊，我是旅行团，你去你也行，你是我的旗，你是我的神啊。你是我的，说的不对，你是的神啊，是很难。最后一个，哎啊，这个最后一个了，给观众们看一下。来，哎，都在吗？比不过。感觉杨丽敲编剧门，都在吗？比不过。最后一次了啊，编剧组比不过，编剧组你不在。真的吗？我不行啊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网络热词大考验。其实好多我都知道，是吧？我问你吧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三不沾什么意思？三不沾一种食物啊，不沾碗，不沾锅，不沾筷子。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篮球。对啊，投篮没有沾篮筐，没有沾网，没有沾篮板，三不沾。对，那你觉得在网上是什么意思？就说他可能他的回答没有任何意义吧？说实话，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好多我都知道，不沾都别沾边儿。不啦吧吧吧，别来沾边儿。哇，这么长啊！被网友拿来指不沾钱、不沾爱、不沾知识的生活状态。蒙古人，蒙古人，应该就是蒙在鼓里的人嘛。我就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嘛，就我就是个蒙古人。是什么？我感觉你说的是对的。形容看到某些解释后回复、啊、谢谢你，不然我一辈子闷在鼓里的网友啊。是了，就是你说的蒙古人吧。蒙古人，恭喜答对了。电子丽人。嗯，这个感觉很像一个什么？感觉很像一个乐队的名字。我们现在有请电子丽人，多酷！然后上全是那瘦脸是吗？各种开了瘦脸。不是。他也可能是一个那个超级英雄。啊，电子啊，那倒是用电子嘛，电子很小啊，吃我一招。没有，他可以一次发100万个电子啊，那是皮卡丘呀。吃我100万走。游戏世界里的丽人一枚，现实生活凑合能出门就行。这个就是那个，但其实我觉得 QQ 秀就这个意思呀，就是我们早年玩 QQ 秀就是这样嘛。我们可以皮肤，就是皮肤，你买的话你就是蒙古人，我就是个蒙古人。